最近秋意渐浓，代表食大闸蟹的季节又来了。最近有很多餐厅都开始推出大闸蟹套餐，也都有不少网店卖大闸蟹。今次我们就严选三间餐厅和网店的大闸蟹实测一下。第一间是在澳海城、元朗、东港城都有分店的家上海，见他们推出了一系列时令大闸蟹菜单，我们即刻去试一下先。在餐牌见到大闸蟹的菜式就有四款，另外也都有很多蟹粉的菜式。想要一个这个清蒸大闸蟹、花雕白叶蒸大闸蟹。这个清蒸大闸蟹208蚊一只，四两半至五两，见到它的色水都很漂亮，而且都挺大只。蟹脚蟹钳的肉质吃落都挺鲜嫩，而它们提供的这个醋酸甜适中，点醋食就更加好味。至于蟹膏也都有不少，因为这只是蟹公，里面的都是软膏，也都带一些白膏，口感很 creamy， 好像在个口度融化感。而咸熏花雕白叶蒸大闸蟹498蚊两只，加咗花雕去煮的大闸蟹，鲜味好突出，还有淡淡的酒香，亦都令到蟹膏和蟹肉变得更加滑嫩。而下面有很多白叶，除了有豆香之外，还吸了蟹的鲜甜。如果想试更加多蟹的菜式，还有个绿道菜的大闸蟹宴可以选择，性价比都挺高。下一间是网购的大鱼大肉江苏大闸蟹，他们都有蟹公、蟹乸和不同两数选择，买满700蚊就免运费。好，谢谢你，拜拜。我们就订了208蚊一只的5至6两蟹乸来试下。大闸蟹来到的时候很生猛，一掂它就眼仔碌碌，看落几精灵，而且还有喷泡，听下。蒸好了，蟹脚蟹钳的肉吃起上来都挺鲜甜滑嫩，而且都挺肥美。一打开个蟹盖，见到满满的金黄色蟹膏，再有一层红膏，蟹膏吃落好滑，而且还很甘香。不过其他部分的肉就少一点。而订购大闸蟹都会送紫苏叶，每四只蟹就会送一套品蟹套装，就算在家吃都不会舍咁吃。最后一间试的是在网上人气都挺高的蟹专员，在大闸蟹关注组都可以见到有不少蟹迷帮衬的。它的门市都有很多大闸蟹，而且看起来都挺生猛，会喷泡。打当做是去到几时？去到11月的。现在乸是最靓的时候。我们就试一下它们的6两半至7两大闸蟹乸，328蚊一只，买10只就会送一套懒人包。它们的蟹蟹身绑住了个 QR code， scan 了它之后可以看只蟹的产地和养殖记录。这只蟹蟹身呈深绿黑色，蟹肚都够白和挺聚手，而我们就可以根据店家给的指南去蒸煮。这只大闸蟹都挺大只和重，所以蟹钳和蟹脚的肉都挺大嚿，淡淡肉。而最令人期待的当然是蟹膏的部分，一打开就有爆膏的效果，也都有很多红膏，口感很丰富，吃起上来都很有鲜味，而蟹肉都挺多。另外他们也都有卖大闸蟹海胆当，上面铺了3只已经拆了的大闸蟹膏和肉，而海胆也都不苦，加在一起吃鲜味十足。以上三间的大闸蟹都挺多膏和鲜甜，质素不错，这么多位蟹迷又有没有心水推介呢？